这一次代表一个小揭开了一个精彩的序幕，双方在第一局中的一个阻杀，很快，那古山闪回，稍微，这一球结果打了一个冲天炮，左外手看样子应该掌握到了，没有问题，把这个球给接杀，第一次的一个失误，做了一个短打的推进，没有问题了，只能够选择传一垒。 这时候5-4，哇！凭证呢？这张凭证呢是短打成功之后，后续的安打都有。哇，又打安打，又要得分了。二垒上跑者曾经收到过三垒，戴培峰，黑豹级的最佳。不能输了。当中一输你也就都蛮多的，哦，都蛮多的。 今天戴培峰啊，攻守也都有不错的发挥，这个球勾回来，哇，但被一垒手给拦住，接到之后踩垒，守得漂亮。